悟空。看一下，这边是沈阳的小故宫。小故宫啊，大故宫在北京。后面你看，把你拍进去的。沈阳故宫只有四个 star， 不是五个 star。这个要这边网上要买票进去的。沈阳故宫入门票是50，再看那个什么后宫的一个展览10块，不过65岁以上有50%折扣门票。来，沈阳故宫，那来，五外姐姐那边，那个叫做塔式香亭。是烧香料调节室内空气的。光正大光明。这个第一个店叫重生店。大哥很想做皇帝 ，OK。Good morning, sir。啊。OK， 来走。OK。Wait, I can miss one turn first.进这个馆啊，10块钱啊！你不进的话，你早知道你不进都不用给啊。里面很多姑娘。姑娘，然后20块钱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哎 ，OK， 看。Wait, I'm taking photo. Dressing of servants. Oh, okay. 你给10块钱来这边啊。鲈鱼。哎，他说什么？什么鲈鱼？哎，那个我看了，你呢 ？OK， 已经走完了故宫。
Thank you very much.